根本就没去黑龙江，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别让他发现了啊！喂，你在哪儿呢？老婆，我又陪老外爬山呢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啊，快了吧，还有个三五天的时间。啊，行，那我不多说了啊，晚上回宾馆给你打电话。好，好，知道了。小姐，冷静点，何必发那么大火呢？别跟我说话，你们看出租的。对不起，跟你没关系。来咖啡厅约会啊，太过分了。还有你吗？不用，就停在这儿吧。小姐，你别太激动，男人嘛，总有把持不住自己的时候。哎，老婆，是我。哎，老公，啊，你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今天老外又请我吃大餐了，哎呀，太好吃了。刚回宾馆，哎，宾馆这床啊太大，但是不舒服，太软。不如咱们家的床舒服。老公。啊，手机马上就没电了，我关机了啊。嗯，老公。啊，我爱你。啊。
我爱你。老婆，喂，关机了。我们家急需用钱呢，他是想给我买真钻戒。是你逼他要买钻戒的？不是，是他自己。你知不知道，白天晚上连轴转开车是很危险的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把他拉出来？你都自己回来了，真拿我们的哥不当人呢？下车，我不拉你。他那人特别要面子，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已经看见他。我怎么说？怎么说都行，只要别告诉他是我拿的。我明白，李晴有你这样的老婆，值。今晚一定让他回家，好吗？放心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再见啊。真让人羡慕。亲戚，昨天那个周勇啊，让我给涮惨了。不过，我觉得那个人和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吧。怎么了？